开学搞点新装备，和春天最搭的粉色 iPad Air 5来啦！哇哦，淡淡的樱花粉色，很适合三月樱花季哦。全面屏的设计，边框更窄，颜值更高啦。指纹触控解锁，搭载的 M1 芯片，运行超级流畅，支持 Apple Pencil 第二代，全贴合屏幕，写字画画手感一流。兔年换个粉嫩软萌的兔子壁纸，少女心都要化掉啦。给它配了一个可爱的粉色外壳，立体的小兔兔和胡萝卜，软糯糯的手感，捏一下超解压，边边角角保护得严严实实，立起来追剧看综艺角度刚刚好。小兔子可以拆下来，你看剧的时候它就趴在上面看着你，一整个甜心大暴击。无线蓝牙耳机当然也必须是粉色，这个颜色叫樱露粉，听起来就很春天。圆乎乎的外观，做工细节超精致，入耳式设计，居然还配了四个 size 的耳塞，太贴心了。硅胶耳塞软软的很亲肤，开盖即连，音质表现出乎意料的好，降噪能力也很不错，在吵闹的场景下也能一秒沉浸音乐世界。搭上萌萌的兔子耳机壳，粉粉嫩嫩，有没有被它萌到？如果你也喜欢写写画画，那么一支 Apple Pencil 当然是绝配，搭个粉色的 Pencil 笔套就少女心十足了，不耽误磁吸，硅胶手感也比原底感更不容易累手。看着个可爱的兔子耳朵，是不是萌翻了？ iPad 打字不方便也不要紧，配上一个蓝牙键盘，秒变 iMac。温柔的粉兔兔蓝牙键盘鼠标套装，跟我的粉色 Air 5简直配一脸。键盘体积小小的，方便外出携带，连接蓝牙特别快，打字的手感不错，声音也很轻。椭圆形的鼠标很精致，搭上配套的粉色桌垫，没有小仙女能够不心动。兔年就是要兔里兔气，家人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